那段时间，父亲在北方的群岛做研究，而我也受邀前往。那里的村落信奉古老的神明，他以身躯为鼓身，手臂为鼓槌，在永无止境的岩洞中跳舞。所以，正如他们说的那样，我们适应节拍，像跳舞一样生活。在温暖的帐篷中，彼此紧密相拥。当极夜来临，就点亮小灯。那时，我就清晰地意识到，为我驱散黑暗和寒冷的，一直是你。那段时间，父亲在北方的群岛做研究，而我也受邀前往。那里的村落信奉古老的神明，他以身躯为鼓身，手臂为鼓槌，在永无止境的岩洞中跳舞。所以，正如他们说的那样，我们适应节拍，像跳舞一样生活。在温暖的帐篷中，彼此紧密相拥。当极夜来临，就点亮小灯。那时，我就清晰地意识到，为我驱散黑暗和寒冷的，一直是你。